越顺，越来越顺，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希望做得越来越大，以后可以到国际去办，也可以帮助更多的电影动作演员、女演员、动作武行。所以在我们今年的成龙动作电影当中的入围的11部影片当中，成龙大哥现在都看到了吗？我知道，不看、不参与、不问、不理，因为我只是管理那个节目啊上面呢，我为了公平起见，成龙的名字不参加、不拿奖，全部是给人家的。那会不会对于我们成家班或者是成家班参与的影片有点不公平呢？稍微有一点会不公平，但没有办法。你想想，如果3年来每一届最佳动作演员成龙、最佳动作指导成龙，那还有人来参加吗？没有了。我一开始设这个奖就是为人家的，不是为自己的，或者是最佳，反正成龙的名字就不参加了。那如果在十二生肖的女演员 OK 给他们去参加有点机会，那我自己任何一个奖项都不参加。所以今天也来了这么多好的朋友一起来见证着我们成龙动作电影周的成长。那我们